迷你马稳上五岁女童小手。高雄寿山动物园儿童牧场，小朋友可近距离摸迷你马、山羊和兔子。上月初开园后大受欢迎，吸引近300,000人次参观。其中最受欢迎的明星动物迷你马，昨天突然含住和她合照的五岁女童小手。小妹妹受到惊吓，连忙把手抽回，左手掌被马的牙齿刮伤，幸好并无大碍。管理员表示，迷你马应该是像亲吻一样，用粗厚嘴唇含住女童的手。温馨是没有错，也有可能还是会被手还是会被含到的一个状况。你用捧着，手是张开的。通常这样是比较不会，被含到，一定要有管理员或经过训练过的志工在现场。然后要监看，是有来参观的民众，你们都有陪伴就对了。对啊。园方评估安全无虞，将加派人手在旁宣导，不会把迷你马关回木屋。可爱的迷你马一脸无辜，幸好躲过一劫，不用被关紧闭。动新闻高雄报道。